大海退潮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咱们今天找一下啊，看看猫眼螺啊，猫眼螺，我们继续寻找啊，继续寻找。看到一个小海螺，哇，原来是一只可爱的寄居蟹，很棒！快看快看啊，发现了一个什么小蟹子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叫豆形全蟹啊，我们把它捡起放掉，太小了。发现了一个海葵啊，哇，说了啊，快看快看，发现了一个对虾啊，我们把它收了啊，收了。收了，快看快看，发现一个皮皮虾啊！怎么能少这个地方？怎么能少这个皮皮虾呢？我们把它收了啊！收了收了收了，快看快看，好多小海螺啊，辣螺，我们把它收了啊，我们把它收了。